家千呼万唤始出来的西门健康停车场终于落成了，这个地方可以提供100多个汽车停车位，还有将近40个机车停车位，那可以说相当程度的舒缓了这个西门路以及健康路这两个纵轴的这个停车问题。那我们知道，而且很重要的是，它如期入职完工，省了大笔的工程经费，因为它动工没有多久之后，它的我们的原物料价格和人工的价格就一直上涨，所以它等于是搭物价上涨前的末班车，那能够让它如期入职完工，又可以疏解交通问题，疏解停车问题，这点是我们非常非常感谢工程单位和建造单位。那希望这个停车场将来营运之后，能够成为我们新建的停车场的一个模范。接下来在明年初，陆陆续续有体山停车场还有水平温停车场陆陆续续完工。那这样子，总共这4年来，可以增加已经增加了将平面停车位跟立体停车位增加了将近30000个。那我们非常感谢，感谢中央林俊宪委员的支持争取经费，感谢地方议会的垫付款的支持。总共这个停车场花了9000多万，中央出了4700万，我们台南市出了4500万，能够让工程如期如期完工，非常感谢。